很浓的汤，又不想煮饭，就要靠这个蒸鸡汤包啦。它可以直接倒出来煮，又或是隔水加热。哇塞！哇，한마리가들어있구나。哇，超多大一碗。嗯，哦，好香哦。국물진해？嗯，아맛있다어떤삼계탕은인삼의맛은너무심하고좀못먹는사람도있잖아근데이거인삼만은조짱이건기고기되게부드러워보이는데탄탄해韩国的鸡汤呢里面都会有糯米응很黑你지응응这次要团购的东西我都很喜欢，这个生鸡汤真的很好喝。海苔酥呢，则是我妈的最爱，它有三种口味，原味、坚果、鲜虾，可以直接配饭，放在沙拉上，撒在豆腐上，做成海苔饭团，有各式各样的吃法。海苔片我喜欢盐味的，龙哥只是喜欢原味。一包里面有六片，这种烤海苔就是因为油涂过以后再烤过，然后有撒盐巴，超脆超好吃。团购的资讯放在这个说明栏里面，大家再去点来看就可以啦。